大家好，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保留字与标识符。那么什么是保留字？什么又是标识符呢？我们先来看这个保留字。对于保留字呢，它是 Python 语言当中已经被赋予特定意义的一些单词。在开发程序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把它作为这个变量、函数、类、模块还有其他对象的名称来使用。对于这个保留字，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系统留用的。系统留用的可能已经使用或者还没有使用，但是你不能用。这就好比是一家酒店，它预留了一些 VIP 卡号，这些卡号可能已经发给一些贵宾，也可能还没有分出去。但是普通会员在注册的时候是不能使用这些号码的。那么在这个 Python 当中，它都有哪些保留字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张表当中我就列出了这个 Python 当中的一些保留字，像是这里面的这个 for， 还有这个 and、 in、 is， 还有这个 if 等等，这都是 Python 当中的保留字。这时呢，有的同学可能会想了，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呀。其实呢，我们也不用把这些都背下来。对于这些保留字呢，一般的它都是这个 Python 当中的关键字。我们在这个 IDLE 当中输入之后，它是会变色的。比如说我们可以演示一下，我们来打开这个 IDLE。那么当我们在这个 Python Shell 窗口当中来输入一个单词的时候，如果输入的是一个关键字，那么它就会变色。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 if， 我们看它变成了橙色，这就表示我们在定义这个变量啊，或者是这个对象名的时候就不能用它了。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再换一个，随便输一个，比如说我们再随便输一个 red， OK，我们看它没有变色，那么它就是可以使用的这个变量名。除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字是不是关键字，或者是是不是保留字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方法，那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 IDLE 当中通过代码进行查看。那么通过什么代码呢？这里面我们可以写一下，首先需要导入一个标准的模块，keyword import keyword， 先导入这个模块，然后回车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调用这个模块的 kwlist 这个属性，然后我们回车 OK， 在这里面就列出了这个 Python 当中的保留字。那么我们在定义这个变量名的时候呢，就不要使用这些保留字了。如果不确定的话，就记住这两条命令查看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于这个 Python 保留字呢，这里面我需要说明一点，那就是它的这个保留字是区分字母大小写的，不只是这个保留字，关键字也是，它是区分字母大小写的。比如说之前我们写的这个 if，小写的它就是一个关键字，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换成大写的，大家看一下它没有变色，这就是说这个大写的 if 它就不是关键字，也不是保留字，我们是可以把它作为变量名的。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，这个 Python 当中的保留字是区分字母大小写的。对于这个 if 还有这个 files，它就是保留字，而它右侧的这个大写的 if 还有这个小写的 files， 它就不是保留字，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常见的错误，如果我们在开发程序的时候使用这个 Python 当中的保留字来作为这个模块或者是类名、函数或者是变量的名称时，那么就会产生无效的语法。这里面呢，我们可以演示一下。我们来创建一个文件，
然后保存一下。我们把它保存到这个 Python 目录下，设置这个文件名是 test.py， 保存。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先定义一个变量名，这里面我们使用关键字 if 来作为变量名，然后让它等于一个字符串。这个字符串呢，我们可以输出坚持下去，不是因为我很坚强，而是因为我别无选择。OK， 就是这句话。之后我们来输出它。OK，Ctrl+S 保存，然后运行。我们看到了这里面弹出一个对话框，无效的语法。这就说明了我们这里面使用这个关键字来作为变量名是不允许的。这就是 Python 当中的保留字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学习一下标识符。那么对于这个标识符呢，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一个名字。比如说每个人呢都有名字，像是他就叫李雷，而这个就叫韩梅梅，他们是用来标识一个对象的。那么在 Python 当中的这个标识符，它主要是用来标识变量、函数、类、模块还有其他对象的。既然它是一个名字，那么就得有一定的命名规则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 Python 当中，它的命名规则是这样的，它主要由字母还有下划线还有数字组成，并且呢，第一个字符不能是数字，也不能包含空格，还有这个艾特符号，还有这个美元符号，还有这个百分号等等特殊字符呢，也不能出现在这个名字当中。另外呢，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保留字或者是关键字也不能作为标识符。像是这里面我列出的这些呢，它都是错误的标识符。这个呢，它是以数字开头的，这个是以这个美元符号来开头的，还有这个里面含有这个百分号，这个有空格，这个是关键字，所以说这些标识符全是错误的，不合法的。那么我们再来看正确的标识符，像是这个 number， 还有这个 name 48。这个数字呢，如果不出现在第一位，出现在其他的位置，那么它就是合法的标识符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使用全大写字母的，还有这个带下划线的，还有这个首字母大写的 try， 这个就不是保留字。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合法的标识符。在 Python 当中呢，这个标识符当中的字母是严格区分字母大小写的。同样两个单词，如果大小写格式不一样，那么它所代表的意义呢也就完全不同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ood 和这个首字母大写的 good， 它就代表两个变量。在 Python 语言当中呢，它允许使用汉字作为标识符。像这样这几行代码，其实呢我们要是把它放到这个 IDLE 当中运行，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，但是建议读者尽量不要使用汉字作为标识符。这一点大家要注意，不要使用汉字作为标识符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Python 当中它以下划线开头的标识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在 Python 当中呢，以下划线开头的标识符它具有特殊的意义，一般应该避免使用相似的标识符。比如说我们以一个单下划线开头的标识符，它就表示是一个不能直接访问的类属性。另外呢，我们也不能通过 from import 语句来进行导入。比如说这个一个下划线 add， 它就是受保护的变量，这是以一个下划线开头的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双下划线开头的标识符，
以双下划线开头的标识符，它表示是类的私有成员。像是这个双下划线后面跟上一个爱的，它就是类的私有成员。那么我们再来看，以双下划线开头和结尾的这个标识符，它是 Python 里面专用的标识符。比如说这个一个双下划线后面跟上 init， 然后又是一个双下划线后面跟上一对小括号，它就表示是构造函数。这就是 Python 当中以下划线开头标识符的特殊意义。关于 Python 当中的保留字和标识符的内容呢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。